新年盛装手舞足蹈，国庆日这天，宜兰县政府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活力健行活动，由马格巴海文化艺术团为活动揭开序幕，传统与创新的舞马也震撼现场民众的感官。一大早呢，就用原住民的方式、原住民的舞蹈，还有原住民的歌声来庆祝今天的国家的生日。所以今天也是我们马格巴海第一次参加宜兰县的这个升旗典礼，所以非常的开心。而且这个建筑活动蛮有意义的，多参加这个有益的活动哈，有益身心健康。而宜兰县长林姿妙也以阿美族语、泰雅族语问候，展现出宜兰的多元融合。然后萨利嘎嘎马波隆，还有呢，我们泰雅族的罗嘎达国拉莫海苏，刚刚国旗升上来，我非常的感动，谢谢大家爱国家、爱民主、爱宜兰县。这是我们呢，对我们的族群融合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谢谢县长。民众手拿着小国旗挥舞，旗海飘扬，画面相当震撼。在国庆日这天，宜兰县以健走方式庆祝，象征宜兰走出健康，走出快乐，走出美好的明天。原视新闻，感谢马友李依林，宜兰市曾报道。